Hello， 大家好。说今天来看蜜城就来看蜜城了，到了。到了嘛，等一下了。我来看一下这个，好久没吃的这个。那小子。没用了，没用了，备着，备着。准备尝一下皮味道。俺来看过没？俺来看过没？有个人来看过，他拿来吃了还是是卤毒。是这样是卤毒的。就。但是呢，它的样本还有点点碳酸味。碳酸。还有点碳。那别的它有多调的。这里有一个老板叫过来看他的蜜橙。但是糖度不够。我们现在在转田野，在田野上找希望，不过没办法，刚才那一块太酸了，它的糖分还没起来。我们现在去看下一块蜜橙，就是爬基地去。找得好远，找到一块了，这里，我都不接呢，难找，很难找，那，现在的够。也不是很大，但还是不够成熟啊，感觉。都不接呢，今年的产量好低啊，你看这个树，基本上都没挂什么果。这种果是最甜的，这些果糖分最高。还有这些，我们去看了三个地方，但是都不满意。这蜜橙今年可能是因为气候问题哦，成熟的比较晚，糖分不够。刚才去吃的那口感，小个的中果那个树中间的那些还甜，还可以，应该有16度。的糖分的，但是摘一个大一点的，那个树阴一点的那些啊，这是酸的，还有淡水，那口感不行。好多果的还是绿色的。今年这个蜜橙，刚才也打电话问了，成熟的实在是有点晚啊。往年的话，这个时候基本上都该卖的都卖了，老板很多都过来看果的，然后。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该剪的都剪了的，但是今年的话，的确吃了三个地方都是一样的，不够成熟，没办法，我们今天冬至，这回家不转了，回家去杀土鸡土鸭了啊、哦！廖总，你家还有土鸡不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我有，那回去吃啥？吃五花肉。吃盒饭，哎呦，你吃盒饭了吗？那不结束了吗？哦，对，那也是哦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啊、哦。蜜橙的话还要过几天嘛，再去看一下，看熟了没有哦？现在还不够熟，领盒饭去啊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